小西啊，你把电卡放哪儿了？这家里停电了。哎呦，你这孩子真行哎，那电卡你随身带着它干啥呀？我这一晚上我看不成电视了，最后一个消遣项目都无预兆的被取消了。我在这儿就跟蹲监狱似的。好吧，行了，拉倒，撂了。喂，阿西呀，我是妈妈。哎呀，你怎么一夜都没回来呀？哎呀，我等了你一夜，我趴在桌子上，我都睡着了。哎呀，现在都腰疼。我一听见楼道吧有动静，我就出去看，结果还都不是你。不，那你以后你加班你得跟我说一声，你打了个电话不就完了吗？好吧，好，吃点早点，赶快睡觉啊。好嘞，拜拜。哎呀，阿姨啊，哎，这是我们春天家政服务中心，无论是您想当家政还是找家政，春天家政都是您的最佳选择。哎，这是我们的联系电话。不是，我告诉你啊，就你们这些发小广告的，你到处乱贴乱扔，你这是城市牛皮癣啊。现在我们已经改了，我们现在改发了，我们把牛皮癣改了，我们改发了。你看这个是绿色环保，这里这个也有。哎，行，联系电话是5897啊，好吧，行，你到时候有什么需要你给我们打电话。好的，谢谢。哎，就这么着，不用谢。呀，小峰，你怎么在这儿啊？凤爷啊，那亮姐跟高哥在伊那出去了，让他过来帮帮忙。你这拖地顺序错了呀，你怎么从外边往里拖呢？哎呦，凤爷啊，那还不能知道这地是由里往外拖呀，那这是第一遍，那还再拖一遍。你走。好，哎呀，你要开车去啊。好，开车开车。哟，那我帮你拖吧。不用，您说啊，您这一不小心再摔个大屁腿，那可担待不起了。那拖吧啊。凤爷，脚印儿啊！这是，我跟你说啊，这个底不干呀，您不能踩。你踩就有脚印儿，那消防还得从此。不是，你看有一个，还有一个，我也不能扛着脚走路啊。哎呀，这一个有一个的呀，你踢了踢了那消防。行了，我走了。凤爷，哎呦我的妈呀！啊，我的妈呀！饶了我！慢点儿，走，走了。儿女大了，都不需要我了，不需要我就算了。我帮你们收拾收拾呗。真不用您，跟您说那个文珠姐知道该生气了。小刘，哎，来，我来帮你干。哎呀，阿姨，您别，我收拾吧，让明姐看见不好。你走。好，哎呀，要不我帮你拖吧？不用。我跟你说啊，这个底不干呀，您不能踩。你踩就有脚印，那消防还得从此。不是，你看有一个，还有一个，有我也不能扛着脚走路啊。哎呀，我就信了，我就成了一点用都没有的老太婆了。哎呦，阿姨，哎呦，碰到您了。哎呦，你不是那个发小广告的小伙子吗？对啊，发完了。真能干。有什么需求您给我们打电话哦。哎，你们那儿都什么服务项目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办不到的。真能吹牛。哎，真不是吹牛，我们有很多案例。
是吗？不相信吗？不相信可以去我们总部看一看呀。阿姨，您看，这是我们的临时办公地点。哦，就临时的啊。对，你看他们都是过来咨询一些保姆啊、月嫂啊、还有家政啊。李姐，这位阿姨想咨询一下家政的问题。您好，您好，快请坐吧。请坐，阿姨。好。您是想需要什么样的人员？我给您介绍一下吧。不，我是来应聘的。我应聘家政服务员啊，应聘？对呀，开玩笑吧？没开玩笑。看您这条件，您这为什么想来做家政啊？体验生活来了？不是，我家呀，其实条件挺不错的。我呢退休了之后，我们家没负担，孩子都大了，又没有老人需要照顾，那这一天在家待着挺难受的。我就想，我找点事儿干，发挥点余热。我就看刚才那小伙子在我们院里发广告呢。他吧就，给我带来了。他说你过去咨询咨询。您会做什么呀？家政服务员会做的事儿我全会做。不，您这个岁数略微大了。我上星期我刚做完体检，我各项指标全都正常。真的，除了眼睛有点花，没毛病。是，我看出来了，您这状态确实不错。当然，感觉比我们还好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您是不是无聊，找点事儿解解闷儿吧？这话也不能这么说。我这个人吧，不糊弄事儿，我这对工作是认真负责的。我想对社会有点贡献。我相信你。我们正好有一个年龄大的客户，不知道您合不合适呢？怎么这么巧？关键是他有一个年龄限制给我们。多大呀？要求45岁以下。干嘛呀？这是找对象呢呀？40多岁以下，他不是干活麻利吗？我干活也麻利呀。再说了，你现在好多人家，他愿意找老的，老的稳重踏实。看来您这个决心还是蛮大的。当然，我决心特大。你这么的吧啊。你就跟对方说，把这事跟他说了，年龄问题我去说服他，好吧？光问我了，我得问问他，他什么的情况，给我介绍。对，老光棍。你，我告诉你啊，这种人你千万不能给介绍20多岁、30多岁的，他有想法，不能啊，就我去最合适，我去安全。对了，差点忘了，这还有一个。这个老人啊，他对他家的这个家政服务人员有一定的要求。所有的这种要求呢都写在这里边了。魏平，他叫魏平。对，魏平。我能吃魏平。太好了，那咱们就电联。电联。魏平家服务手册。这个老东西还印了一本书啊。小册子就是薄书。工作要求：一，本人不进厨房，包括在厨房进行的任何动作，如拿取碗筷、擦拭、整理以及站立发呆。嘿，真够得瑟的。二，必须严格按照菜谱要求做饭。最首要的一点，不要加糖，这人有糖尿病，最起码是血糖高，病人。三，在这100平米的房屋内，哟，他们家不小啊，150平啊，加上一厨两卫，共有6个房间，连厕所都算上。这人，其中有一间不得入内。嘿，真够格色的这死老头子啊！我可是遇着对手了，这回我有事儿干了。喂，小西啊。请我吃大餐，今什么日子啊？要给我个惊喜。行了，我今儿惊喜够多的了，俩惊喜。好嘞，赴宴去，拜拜。我得打扮漂亮一点。这个魏平，要不给你妈打个电话？没事，他们马上就到了。行，再等会儿。梁小溪，哎，快，
方老师，请坐，请坐。肖爷怎么在这儿啊？他怎么不能在这儿啊？你没跟我说他在这儿啊？我跟你说，我们能来吗？当然了，你跟我说，我就不来了。方老师，来。别叫我老师，我这一辈子我也没当过老师啊，承受不起啊。我这辈子呀，我就当个会计。你要说算算数，我肯定比你们算得快。不信咱试试啊。好。肖野，你今年五十大几了？啊，梁小溪今年三十大几了？五十大几减去三十大几等于，哎呀妈呀，一辈儿啊！怎么回事？这个，方老师啊，在我们这个乐队演奏的时候啊，那个吹次中音的和弹竖琴的，他们的空间距离是最远的。但是他们的声音是可以交合的，在某些的乐剧里面只有他们俩的声音，其他都是协奏。曲式也是一样啊，回旋曲和即兴曲，乐谱的开头和结尾，他们中间又隔了是四五个乐章，但是曲式仍然是遥相呼应。我不懂什么曲式不曲式，不懂。我就看过乡村爱情六部曲。那太好了，我也看过，我也很喜欢看爱情片啊。那个王小蒙和谢永强两人一开始的爱情也是被阻碍的，最后他们不是很好吗？不，我阻拦的不是王小蒙和谢永强，我阻拦的是王小蒙和谢永强他爹。妈，你有完没完了？没事，小西，让方老师说。哎呀，我要声明一点啊，你们不是牛郎和织女，我也不想当王母娘娘啊，不就谈恋爱吗？谈吧，不就谈恋爱吗？就谈呗。你说的啊，那这么说就是你同意了是吗？我不同意能怎么着？啊，我不同意，你们俩私下里不也一直在活动吗？啊，也经常见面，经常约会，是不是？你也不小了，也是个成年人了，我也不能把你拴在我裤腰带上啊。你也知道我是成年人了，你也知道我不小了。那既然我都不小了，那你还管我的事？我自己的事儿。对呀，我也没想管你啊，现在管不了了。你说哪天你再给我弄个生米煮成熟饭，奉子成婚，那我就更阻拦不住了。说不定还真就生米煮成熟饭。你敢，我打折你腿。行了，你要真把我逼那份儿，我什么都敢。哎，小西啊，不能用这种口气跟你妈妈说话。住嘴，小野，这是我们娘俩在对话，不许外人插嘴。小西多单纯的孩子，多善良的孩子，就上了你们这些文艺老青年的当，不，文艺老流氓的当，太坑人，真是太坑人。这个方老师啊，您可以随心所欲的发表你的意见，但是呢，请你不要贬低搞艺术的所有男人，好吧？同时，我再次的告诉你，我是真心相爱梁小西，我们在一起是命运的指使，上帝的安排。上帝亲口跟你说的，那上帝跟没跟你说什么时候带你回家呀？妈，你这话说太难听，你是咒人家的吗？再说了，我们俩还没说要现在非得结婚呀，你至于吗？对呀，这肖爷也没说什么时候跟你结婚，也没来提亲呢。你说你在这多什么情啊你？那是时候没到，如果时候到了，我会向方老师，梁小溪的妈妈，当面提亲。哦。梁小溪啊，你可得想好了啊，人家可没提亲呢 啊如果哪天呢他来提亲我不同意，哎，你看你青春全耽误过去了，我觉得你得考虑考虑你值不值得在这儿跟他耗。嗯，行了，我也不在这儿浪费时间了。你干嘛去？我到需要我的地方去。不是什么事儿那么重要啊？比我还重要啊？当然了，我得寻找需要我的世界。听不清楚，
是魏平吗？我就是啊。找哪位啊？哎呀，你可真逗啊！我找您呐。你是谁啊？我是为您服务家政公司的家政服务员，我找您给您服务来了。哦，那上来吧。到了还打什么电话啊？啊，我怎么上去啊？您得把门给我开开。那门禁又坏了，那你就等着吧。哎，这什么意思？我怎么等着呀？哎，还在吗？在。哎，在，在。你呀，可以走了，不用上来了。你呀，去给我买两样东西。啊，第一，红星牌的52度二锅头，2个小瓶装的啊。哦。还有这个小型的半导体收音机。哎，等，这种过时的小型半导体收音机已经没有地儿买去了啊！你让我上哪儿去给你用？我们家小区门口啊，对面马路对面有一个中型的百货商场有售。哦，马路对面中型百货商场有售。哎，对了，看着，这是开门禁的钥匙啊，我给你扔下去，小心别砸着你啊！啊，看好了。哎，好。你怎么才回来呀？这都10点了。你要一大早就把钥匙交给我，再把中型百货商场有售的小型半导体收音机这个需求你写到服务手册中，我8:50我就能踏进您的家门口。踏进您家门以后还多了10分钟，多这10分钟我白送给您。震撼。干多少年了？大姑娘上轿头一次。震撼。谢谢。换人。凭什么？第一次不行，没有经验更不行。没有经验还那么理直气壮的拿3000块钱一个月，那更的不行。嚯，必须换人。不，您没用我呢，您怎么知道我不行？虽说我这辈子我没靠伺候人拿过工钱，可不代表我没有工作能力呀。您听好了啊，我年轻的时候我伺候局长，我年老了我伺候律师、白领、老板、学生、药房主任，我还兼职伺候一个饭馆呢。就您这30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您上哪儿找我这么能干的人家？太震撼了，你还伺候过饭馆？那当然了，我认出你了，你是饺子馆的老太太，是吧？谁是老太太呀？你是老头，你是那个在我饺子馆里吃醋的那个老头。对，你不老，咱们都不老。真的不老？那以后我就叫你小妹子，行吗？行，得啊！咱们这回我可找着人了，咱们冤有头债有主。嗯，你把上次崩在我衣服上那个醋给我洗了。哎呦，您真够可以的，这么长时间都没洗啊。对，没问题。嗨，一会儿我顺手就给您洗了。哎，你要的东西我可都买来了。好。你看，哎，二锅头，您要的小型半导体收音机，我也给您买来了。对，好了，把电池给我换上。哎，好嘞，把电池给您换上，您把电池给我。你问我呢？啊，这不您家吗？我不问您问谁呀？全完啊。怎么全完啊？怎么了？我让你买收音机啊，就买收音机本人，不买电池啊。你没让我买电池啊？
真幽默。不就买两只七号电池吗？你瞧你绕绕绕绕的，我去买去啊！现在就去买。甭去了。不，我一定要去。甭去了，按照时间，调频137.8兆赫的天气预报，已播完。您就想知道天气预报？你早说呀！我这手机里有的是啊，我现在我就给你调，你看看哪天的。本市今天，哎，温度适中适中适中，天气晴晴晴啊！您看，本市的天气预报啊，我自己可以全然感受。我所关注的是东京、香港、纽约和巴黎。嚯！您这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呀！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你先把电池给我换上，然后该干嘛干嘛吧。啊，哎，不有电池吗？你着什么急呀？虽然是旧的。哎呀，你快点快点啊！我都渴死了。哎，喝水啊！我不等着你进厨房烧水呢吗？那您到底是先让我换电池，还是先烧水？我先喝水。呀，你还先喝水？民生最重要，你是多大个事儿？你可真是！哎呀妈呀！不就找了一个小时工吗？至于吗？等着，我马上就给您烧水去啊！等等。来了。嗯，梁小溪。晚上好，夏老师。晚上好。你怎么来了？你不欢迎啊？欢迎啊，非常欢迎，请。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好像在19世纪。西班牙的马略卡岛上，肖邦、乔治桑，他们在客厅里，没有贵族的沙龙，只有音乐的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还有一屋子的爱情。他们撞击着流动的旋律，掀起的是激情的火花。这就是音乐的魅力。音乐能使人唤起热情和向往，还能激起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它是人类的精神语言，是上帝之言。我在你心里唤起了什么感觉？一下子回到了年轻时代。哎，流动的音乐，燃烧的红酒，快乐的时光，哈哈！哎呀，突然一下子消失了，再也回不来了。我怎么觉得，只要我们的心还在跳动，只要我们还在一起，青春就永远都在。说得真好。这么多年来，这个屋子就我和我儿子两个人。小野呢不懂音乐，我们两人在一起，除了偶尔吃个饭，也没有什么话说。后来他长大了，他有自己的世界。我觉得最害怕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个屋子里。夜深人静，孤灯皆影。我能冲动的就是音乐。你是上帝派到我面前的，弥补了我的孤独，唤起了我失去的热情。我感谢你。那我就是你的女神了。我创造的这首小戏凝聚了我全部的激情，它唤起了我对爱的渴望。只要你的存在，我的音乐，我的灵魂就充满活力。
你就是我的女神，我的女神。知道吗？当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听到你的人生的期盼，当我第一次听到你灵魂般的音乐，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你的了。你是我的，这您在家呀？我刚敲门，你怎么不开门呢？你怎么回来了？哦，我正在创作一部作品，我所以没听见。哎，你回来干什么？哦，对，那个我有一个软件，我忘拿了，我回来找一下。哎呀，丢三落四的，这是。哎，这是沙发，这是沙发，你看你从外面进来脏兮兮，赶快帮我找一下。行行，我帮你找，你慢一点，不会在沙发里吧，东西？你看看你的屋里有没有？啊，快去。没有。你这干嘛呢？我营造一个气氛，我创作一个乐曲。乐曲你不至于这样吧？你浪漫一些。哎啊，这什么声啊？这个啊，不，什么声啊？外头什么也没有，你这是你的幻觉。没事，你找啊，赶紧找你的东西。别急，这什么啊？这个哦，小溪。这是受朋友之托做的曲子，啊，曲名叫小溪。哦，还不罢，这让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那个叫梁晓溪的女的。你怎么想起她来了？我不知道啊。当时给你找的女朋友你又不喜欢，现在又想起她来。爸，我结婚的问题你不用操心，行不行？啊，行，你以后女朋友的事情啊，结婚的事情都你自己做主，好不好？爸爸不为你操心了。你真好，爸爸。哎，不，啊，你听我说啊，我说，如果是说爸爸找了一个像那个
小西家的女人，或者是爸爸的后半生。哎，不不，别急吧。你说你这么多的女朋友，你为什么还要找梁小西呢？她也就那样了。这别胡说八道，爸爸跟你说正经的。爸爸说是后半生的，终身伴侣，就像梁小西这样的，你觉得怎么样？真的？严肃的。哎呀，这个问题我还从来没想过。爸，您曾经答应过我，在我的事业上你要全力支持。那是。第二，在我没结婚之前，你是不可能结婚的呀，你忘了？不是，那你一辈子不结婚，我就一辈子守着你。那必须的呀，谁让你是我爸呀，对不对？好，找到了。哦，对，找着了是吧？好好好。爸，我跟你说啊，如果你想给我找一个小妈，我觉得这事儿 is very。complication。哦，对了，爸，今天晚上我加班，我就不回来了。你一个人在家好好待着啊。好，好，好，我走了。好，开车慢点，开车慢点啊。好。行了，这小子丢三落四。他刚刚说什么了？他说我们俩的事情可能会有些麻烦。没关系，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小西，不管有什么麻烦，我小野必须娶你为妻。最近有一事儿啊，我憋在心里面，就不是个滋味儿。你和梁小西那事儿是真的呢，还是在开玩笑呢？这事儿啊，这么说吧，儿子，你呢也长大了啊，爸爸呢也不可能后半生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一辈子，是不是？因为你不可能守着爸爸一辈子，爸爸跟你说的呢都是真话。如果我和梁小西结婚，你怎么想？不会吧，你玩真的？爸，你之前谈过那么多女朋友，你也没说结过婚啊，那这个为什么要这么特殊呢？爸爸哪有这么多女朋友啊？你搞清楚啊，女朋友和女性朋友它是两回事儿。现在梁小西是爸爸的女朋友。爸，你别逗我了啊，我呢从来都没看出来你女性朋友和女朋友之间的区别。爸，我呢，我认为你的性格不适合结婚。我呢，我也不需要一个小妈。哎，你看咱们现在的生活多自在啊，多快活呀，对不对？咱俩谁也不干涉谁。你谈女朋友的时候，我干涉过你吗？有没有？有没有吧？没有吧？这不就对了吗？所以啊，你接着玩你的丢手绢，一直保持你的新鲜感，你别把自己拴死在一个女人的裤腰带上呀！这小野，你都乱七八糟的说了些什么呢？你这是，来来，我给你倒完了，看，咦，好好好，嘿嘿嘿，小野啊，我知道你十岁的时候呢，母亲就去世了，从那以后呢，我一直宠着你，事事的。后来我想给你找个新妈，但是你坚决反对，我也没有找。本来想等你长大了以后再说吧，可是你现在长大了，心里除了装着你母亲之外，任何女孩子你不愿意接近。我告诉你，
一个男人的世界如果没有女人，那是不完美的。我不需要，除了我妈，我不希望任何一个女人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啊，我也不接受。爸，女人是很麻烦的，你看咱们现在在一起多好多自由，对不对？一切都是非常顺利的。你说吧，啊，你说在咱们生活当中，可突然出现这样一个女人，你让我怎么称呼她呢？啊，我称呼她阿姨也好，阿姐姐也好。你说吧，你说这样的女人跟你在一起，她图你什么？小雨，你怎么就长不大呢？你说图什么？图什么？也许她会被你的魅力所迫，也许她会爱上你一阵子，但是我知道这个女人绝对没这么单纯。爸，现在以你的影响力，现在以你的这些积攒的所有的积蓄，你说突然出现这样一个年轻的女人在你生活当中，爸，她突然有一天会过来跟我说，哎，把你的资产分我一些，到时候这事儿怎么办？对不对？这事儿怎么办？您的生活我不会去干预的，可是我完全保证不了属于我自己的利益啊。您到时候您站哪边？小雨啊，你把事情说得太严重了。爸，这事情本身就很严重。你想想，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是谁啊？那当然是我了。那最爱我的人是谁啊？那当然是您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事儿爸你一定要慎之又慎。你说到最后咱俩为一个这样的女人给闹掰了，不划算。说完了？说完了。让我安静了。爸，一定要考虑清楚。萧野没有想到，在和梁小溪要结婚的问题上，居然会引起自己儿子这么强烈的反应。他知道儿子的性格，他也知道如果不把儿子说服了，这个家庭将会面临一场不可预知的风暴。但是他又怎么去面对梁小溪呢？哟，喝闷酒呢？跟你说话呢。对。喝什么酒呢？52度的。怎么差了？当然差了，喝酒得喝56度的，52度没劲儿。听你话那意思，你想喝点是吧？是啊。想喝也不跟你喝，不跟女人喝酒，特别是你喝完之后让邹敏知道了，以为我又把你带了坏了。一，你看不起我王文竹；二，你还是怕他。行，咱爷俩喝一顿吧。大杯。哎，等会儿你占我便宜，喝一口先。怕你啊，喝就喝。我刚才说的第二点你还没有回答我。我跟你讲，我不是怕他，我是不跟女人一般见识，你懂吗？那你跟谁赌气呢？还能有谁？文佳静。怎么了？他们又有新的风吹草动了？没有，我难受就难受在这儿，也不知道他是真有还是真没有。哎，我现在觉得好像就我不知道，别人都知道这事儿。哎，我不知道啊，至于别的同事知不知道，那我就不知道了。他跟我发过誓，他跟文佳静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半毛钱关系没有。就这酒店300万，半毛钱关系没有，谁信呢？他们两个人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是真不知道。别说了，喝酒吧。
那你说吧，你怎么着，你才算痛快？我不知道。那我给你出个主意。什么主意？让文佳静消失。这话说的，会聊天吗？聊着聊着聊出轻功穿越剧来了，是吧？哟，你还挺认真的。我开玩笑的，你想得美你！你给我多少个钱，你让我替你办这事儿？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打心眼里觉得我就是个悲剧人物。电视是你的？就算是我的呗。什么叫就算是你的呀？怎么一点底气都没有呢？怪不得人邹敏老欺负你，真是懒你扶不上墙。啊，我不是这意思啊。没关系，其实你就是那个意思。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是爷们不？一个大老爷们的，你说那就在家里头，你得做主，邹敏得配合你、辅助你、帮你成功，这才叫女人，这你才叫大老爷们。你说你现在算什么呀？话语权，话语权没有，权力，权力没有。人是高级动物，从动物本能的角度上来说，你现在是一个毫无雄风的雄性，你怎么能赢得他的尊重？对，他在家里一直管我叫小孩子。啊？什么？小孩子，就是太监。没关系，我不在乎这个。我无话可说。男人，我跟你讲，这叫大度能容，不跟他们女人一般见识。你说的没错，你表现过真男人的气质吗？你在家里，你说了算吗？你有决定过什么事情吗？都没有吧。你知不知道你很唠叨，很唠叨，你不会就要，你每分每秒都这样唠叨，这样唠叨，我受不了。每天的工作有成堆的烦恼，还要忍受你的唠唠叨叨，为了那点钞票我隐在的弯腰，还要听着你在一边唠唠叨叨。你很唠叨，很唠叨，你不哭就要，你每分每秒都这样唠叨，这样唠叨，我快疯掉。每天面对上下班的人潮，我只想逃跑，却逃不掉。都听着老板的唠叨，我只想周末快点累到。不用上班的清早，听听音乐跑个澡，让无心伸个懒腰，想想月